我的戒指怎么没戴？我刚想给你们展示一下，我说我的戒指，在这里，很特别，因为它可以90度绕一圈。 这个我有看过，他们说那个是他们有十年，几年有十多年。我在的团队有一个女孩，她喜欢苏菲多美。啊，是吗？ 他们把每一个服装做得很细致，然后进来就会觉得热血沸腾，看完其实觉得动力满满。许哲奇，我现在要跟你说话，隔空喊话，你羡不羡慕我？但是我给你带了小卡片。 每一个服装其实都会陈列在这里，基本上用过的都会陈列在这里，而且连这个道具都会在这里。对，所以这个是要买的。太好了，服装我很喜欢，地板我也很喜欢，做的太细了，太细了，你就感觉是来这儿是看了一个演唱会的感觉。 而且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后台、化妆间、他们的照片、写真，然后 MV， 还有现场，感觉像个小舞台一样，会投屏给你一个画面感。然后就像他们拍 MV 的现场，所有的道具使用全部都会拍，只能说惊艳。而且他们每一场穿过的服装都会成为一个景。我想一下我们的服装哪里？压箱底啊！此刻你知道到哪了？ 连练舞的排练厅都在现场。我梦想中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，有录音棚，有钢琴，有舞房，然后有机会开演唱会，然后太幸福了。但是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。 今天能看到他们，有这一面，其实背后都不知道付出了多少。啊，又佩服又激动，啊，又感叹，我的天哪！到底想怎么了？但是一定有更精彩的演唱会。参观完 SM Town， 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去看 EXO 的演唱会。此刻我只想默默的。 回顾一下刚刚看到的一切都很有质感，我还是对那个录音棚印象最深，还有那个舞房，姐姐，所以那个舞房在线就是跟他们认识一模一样，也没有一模一样，差不多的感觉，基本差不多，是天赋。属于最近新建的练习室应该是那个样子。哇，以前的话就有粉丝们之间很有名叫蓝天白云练习室，为什么蓝天白云？对，就他们一练习又这种视频，就是后面那个蓝天白云。哦。我们到了演唱会厅的门口。
现在我们从演唱会出来，以为行了，路边的车是可以打的，然而他们说要下一个软件，而且必须要在当地的手机才可以下载。我们就走了另外一条街，走在里面，结果荒无人烟，还没有垃圾桶扔垃圾，谁能救救我？ 蛋糕店，买了个雪糕，买了个面包，先凉快一下，下一期见。